能看到这个新的见证人，我能看到这个信仰全都不是自己的长处，而是神的恩典，都是神的恩典。你刚强也不是自己的事，也得把荣耀归神。软弱今天神要使用你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叫谁都不能自夸。你别看你下得了腰，下得好，你自夸不行啊！你在下狮子洞堵了狮子口，你也不能自夸。亚伯拉罕呀，和以撒，我们看了所有的信心见证人，都有一个共同的事情，一切都是恩典。这个信心都是从神来的，叫一个不能自夸。神为什么拣选软弱的，拣选这个愚拙的，就是免留人自夸。为什么神拣选，并不出于行为，啊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都是免得有人自夸。这个神为什么让人经过这个这么长这个律法时代？律法时代让人知罪，让人知罪和蒙恩的时候免得自夸。总而言之，神创造人也好，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让人荣耀神，神拯救人就是为了让人身上得到完全荣耀。说一个基督徒，你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和神争荣耀，要将一切荣耀归给神，要谦卑，要承认自己是罪魁，让神得到完全荣耀。启示录讲的以国度权柄祷告主祷文也是，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，千万不要和神争荣耀啊！就是说啊，一个罪人，人夸奖你也好，什么也好，他愿说什么说什么。你今天你要知道，你是千万不要接受啊莫人人的称赞，就是要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你看到传道人神用他用他和弟兄姊妹说话的口气不一样的居高临下，这都是苗头，这都是一种骄傲，这都是一种夸口。神使用你，用你，你今天是个罪魁，神使用你是蒙的恩典多，你更应该感恩，就应该亏欠别人。你不是比别人高，你蒙了恩典，神赏你不是别人的，而不是说完的。前段时间我们给同工讲，我说传道人说话讲到一定要不要有个教训你的口气，那怎么办呀？因为你知道。你这些道不是讲给别人听的，首先是讲给自己听的。当你讲给你和别人是一起的，当你着力讲给自己听的时候，你今天你是讲到的态度就对了。那不然的话，你是光讲给别人，能说不能行，让别人去做的，自己没准一起做的。如果自己准备做的，你哪一条你没做到？这每一句话都是首先讲给自己听的。和弟兄姊妹一块儿，年龄弟兄姊妹一块儿的遵行神的话，你永远你说你讲到你不是打空气的啊，你不是传仅仅的传分离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那神的话不在乎言语，在乎权柄。神的话只有改变你自己，这才有权柄。神的话连你自己你都不实行，你有什么权能啊？神的国不在乎言论，在乎权能。这一定要谦卑，一定要知道是个罪魁，一定要将一切荣耀归给神。